先请您欣赏相声《窦公训女》，表演者张鹤伦、郎鹤炎。谢谢大伙儿啊，热烈的掌声。陆陆续有观众看在骚动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、啊。朋友们，这举什么呀？啊，还我血汗钱。哦，不是就好啊，我以为还我血汗钱呢，吓我一跳。西班牙，哎，你就说帅不帅就完了。帅不帅？确实挺帅。哈，我就有一问题，那捧哏那怎么那么高啊？纳闷哈。嗯。今天这什么都有。对。就是因为我前两天发了一微博，说漫威这个事儿啊，哈、啊，让观众给我骂话了。其实他们都说我这个人啊，怎么着这个取笑别人，拿这个漫威这事儿、啊。其实我只是作为一个相声演员在调侃这事儿。而且，想没想到观众反响那么大。其实我也是一个漫威粉儿，真的很喜欢各种电影啊！哈，十年了，钢铁侠救多好！是你是落难了吗？怎么呢？钢铁侠救，有点冷哈，好冷啊、哦！慢慢就习惯了。今天也是啊，来，我把这个给您搁那边。啊，嗨，这留着炒菜不挺好吗？我先送你一锅。谢谢大伙儿啊！哈，哎，大哥拿我什么了？哎呦，我那支票没了！哎、偷我东西门也没有啊！老娘跟你拼了！哎，收拾啊！我们寡妇失业的，我们。您跑这儿置业来了啊？嗯，好了，行了，那么远还喊。谢谢大伙儿啊！这个时间也都不早了，是啊，这鸡也不叫了，狗也不咬了，这地儿没我。说实话，这一堂一堂的挨着，我们啊也愿意多演一点。对，因为什么呢？学的就是这个。哎，尤其我这个学的可能还比他们多了一点啊。但是呢，在这个舞台上来说，您多学什么了？你不是对，在国外那些岁月。我已经不问您那些、啊、教他们语言，教他们唱戏、啊、教他们说呀唱，教什么唱戏，说唱都得教他们，普及咱们中国的传统艺术吗？不是，您都学什么戏了？您还教人家多了、啊、最开始啊，大伙儿可能认为我是一个是简单的一个相声演员。您不是吗？并不是。哦，真的，你们不太了解我的身世。您什么身世？谁说烧烤的啊？哦，对了，烤串的吗？哪里不哪里？我们是东北烤串，不是山东烤串。山东烤串？不是烤串的，那是在之前。哎、啊，知道吗？说对了一半。打小，嗯，打小那行啊，我那个东西那么大的时候，来，完事您先等等。什么东西那么小辫儿一样？哎呦，一样吗？其实也一样，并没有啊。真是的，嗯，那是打小那时候我们就学的是戏，什么戏呢？哎，你看问的对了啊，
可不就得这么问吗？什么戏来说啊？你以为是什么戏啊？京剧。不对。评剧。不对。黄梅戏。不对。吕剧。不对。我不会了。不对。我不会了，不对，干嘛呀？那一天也不懂懂了吧？南昆北弋，东柳西梆。那您学的是什么呀？都没有啊，一个都没有啊。学的是，我们学的是弋调高腔。哦，弋调高腔，知道的是凤毛麟角。哎，别说，我还真知道。每当说到这儿的时候，我心里边都特别的难过。为什么呀？啊，想起你的身世了。打小我这妈妈就高兴，哎哎哎哎，我们都看过电视了。学我这是家传，就刚才那个不是。从小我的妈妈就高兴，我这是你刚学会的吧？啊，对，我学会。哎哎哎，我学的弋调高腔，我们是家传。怎么回事？真的？老早，早先。啊，先前，对，最早，嗯嗯，哎，仨形容词都不一样啊。对，就是露脸。这个，我爷爷的爷爷传给了我爷爷的父亲。你先等会儿。啊，对。哎，都说装傻只是瞬间的，真二是他妈永恒啊。我是怕你欺骗观众。还有，等会儿，我是这样。我爷爷的爷爷传给了我爷爷的父亲，我爷爷的父亲传给了我爷爷的爷爷。对，我，这倒着传了呀。谁说的？你听清了吗？我听清楚了。我爷爷的爷爷传给了我爷爷的父亲，这没错。我爷爷的父亲传给了我的爷爷。啊，对。我的爷爷传给了我的父亲，我的父亲传给了我。啊，就一辈儿一辈儿的。你学吗？我学。我不学。你那憋着占我便宜。您这是摁准了，超便宜。我抄你，我抄得着你吗？怎么抄不着啊？我们学这，你以为张嘴我学就能学会了？不是，我知道您就说世家就完了。对了，世家呀。啊，是是是，这不是跟车没关系啊。我也不知道这点在哪儿。凉了没有关系，我他妈带热热。大，咱也不好说，咱也不敢问。今天还送一口吐莲花，给你一板砖。那会儿，那会儿。那会儿，现在捧哏越来越清楚了。咱俩聊好不好？那会儿啊，哪会儿？就是老年间我们唱这个时候，没人瞧得起我们啊，没人看呐。对呀，要那会儿说我们这是下九流啊。哦，怎么下九流呢？下九流，您不知道了吧？我不知道啊。你看。一流乌，二流昌，三流大神，四流帮，五剃头，六吹手，七戏八街，九教堂啊！嚯，这一套一套，不懂吧？嗯，我也不懂。对，您不懂，您说这么溜嗖。你看，一流乌乌乌师啊，下九流的一流那是乌师哦，国师叫啥？乌师，你这像乌贼。二流昌啊，昌就是那个业余专业，就是那什么。啊，不聊了，不聊了啊！我就多余问。三流大神，大神就是跳大神的。哦，这跟那巫师还不一样。当然了，跳大神是农村的了，那是国师，这是农村的。哦，差着档次呢。哦，你小曹，我老娘。麋鹿问仙毫了。对了，南极翁，哦，不是这段。说哪儿了？在喊退票。好，从头说，我叫张鹤伦。您从您从哪？啊，他已经七点，已经七点半了，咱们开场了。你别看，你从头说，他们也从头说。别闹了哈。说到没找着啊。三流大神，四流帮。刘邦什么呀？
刘邦那个汉武帝刘不是那个啊，邦啊，更夫。打更的，对了，但他怎么那么靠前呢？你更夫那时候是相当于居委会的大妈，对，哦，对了，在居委会干活的，哦、基层工作，哎，对了，很辛苦，嗯，五剃头，剃头的呀，啊，这我知道，这我知道，六吹手，你看谁家呀，有个红白喜事给人吹个吹鼓手，哎，对了，哦、七戏八戒九教堂啊，戏七戏戏就是我们戏子呀。真的过去老话说婊子无情戏子无义，还真有这句，对不对？说的是我们无义他们无情。你这这这干嘛呀，这是就是说这意思，七戏八街八人，我们当然了比那个乞丐强，八街是街是什么呀，叫花子要饭的，哦，这都过去的词儿。对，九教堂是卖药堂的，哦，卖药汤哎，谁还卖我的药汤哎？橘子还有香蕉，山药人丹，卖的卖，烧的烧，卖药汤的又来了，吃了我的味儿啊，要了我的味儿啊，橘子薄荷冒凉气儿，吐蒜水啊，打了饱嗝儿，吃了我的药汤都管事儿，小子儿不卖，大子儿一块。这天天就这么走街串巷的喊，哎，你看我们就是当中那个老七呀、啊。哦，老七。对了，我们就是一戏子啊，没人瞧得起我们。还这都是以前了，现在来说谁瞧得起呀、啊？人家来听相声了啊，相声都比我们高。哎呀，所以说会唱一调高腔的更是凤毛麟角，没人知道。这事不多，你还真难说，我还真会那么一点儿。你看，你瞧瞧。要不说还真别瞧不起这没屁股的臭虫，他老有这俏皮话，您瞧，还真有这个，这叫什么话呀？你说你会这个呀？哎，我会一点儿。你要会一点的话啊，今天晚上跟我走，对，好不好？我跟您走，让你见识见识我这一身能耐。我呀，我不用今儿跟，还晚上跟您走，你真的，咱这还、啊、家里边我。你跟我走，在这儿咱不行啊，在这儿怎么不行啊？在这儿不方便呢。怎么不方便呢？你看看，这儿没有什么工具，我家里都有啊。你们有，你们都怎么来的？你唱戏的这个各种的东西啊。嗨，就我不用是那么繁琐呀，我在这儿难得遇见您，您不是世家吗？我是跟您学学。好，好不好？跟我学啊，得有个学习的态度吧。什么态度？跪下。干嘛？我上这拜师来了？不跪下学呀？我干嘛跪下学呀？我们那年代，你想学这个都得跪下，老师好，知道吗？哎、三叩九拜、啊。我也不知道您唱的怎么样。再说，咱这舞台这也不合适。就简单的搂一搂、嗯。对，搂一搂一搂。我也没带耙子，我怎么搂啊？哎呀，别着急，八戒。好的。咱有点讨厌了啊。在这儿来一回吗？哎，对对对，也展示一下您的能耐，大伙儿净听您说相声了。我先考考你啊，您考我什么？别一张嘴，我会呀、啊。啊，一调高腔啊。对呀、啊。会哪出啊？哎呦，这您还真是问住我了，我这大嘴脸全会啊。哪儿能全会？我我说的那是我们的词儿。不是我呀，我就会这么一点儿。一点儿。对。多大？对。是那么一内内。您还真说准了，还真就是这么一。哎，你那个多大呀？我那个，我那活路没那么宽敞啊、哎。活路多宽？我听听。我呀，我就跟您学这么一出。你看咱们这个《窦公训女》，哦，又叫《全德报》。《窦公训女》对对对，能说出这七个字来不容易。是，《窦公训女》《全德报》啊，你呀，这咱能圆上。嗯，确实厉害，呵呵，这了解吗？哎，我也知道的不多哦，因为这个在旧社会啊是一个连台的本戏，了解，所以现在剩下的也没这么多了，真行、啊、一共就这么八本，头本官榜，二本别女，三本入府，四本招赘，五本洞房，六本训女，七本考童，八本荣归，还真知道、哎、三字经大家都知道啊。这个怎么几句叫窦燕山有一方娇五子名俱扬，这窦燕山就是这个主人公啊。故事呢发生在这个残唐五代的时候，有这么一个落魄的将军叫高怀德，少不得志，妻子亡故，留有一女名叫桂英，只皆因高怀德的父亲呀与前朝的皇帝郭威有仇，
可是不能出示为官，怎么办呢？于是向窦燕山借了300两银子，让他呢带着义子高同外出贸易。这义子高同一去3年杳无音信，银子也还不上。高怀德这天呢在大街之上看到招贤榜，心中暗想，我何不进京考取功名呢？怎奈家中有17、18岁的姑娘让他放心不下，于是回到家中把这个故事就告诉了高桂英。高桂英说，行，那这样吧。怀德告诉他，让他到窦府去为奴，抵偿300两银子的债务。桂英点头应允，怀揣着文约来到了窦府。窦燕山听了之后呢，当时立即撕毁文约，并认了高桂英为义女。这一日，窦府来了个投宿的公子，名叫石守信，生得齿薄唇红，风流倜傥。窦燕山甚是喜爱，于是就把自己的闺女许配于他。洞房花烛之夜，你来这边听得清楚，啊。洞房花烛之夜，石守信见姑娘满面泪痕，大惑不解，忙问之下，姑娘这才哭诉前情啊。石守信听罢之后暗挑大指，我那嫡系之岳丈真乃信义之人，我何不进京同去考取功名，待我翁婿双双得中，再与姑娘结为夫妻，不知小姐意下如何？高桂英点头应允。夜半三更，撕开后花园之房门，放走了石守信。转日天晴，老院子见马棚之内不见石姑老爷马匹，大惊失色，忙问丫鬟才知冤位，于是将故事告诉给了窦燕山。窦燕山当女儿呼出训责，就叫窦公训女。犹如整出戏唱的是高桂英高小姐，深明大义，思美俱全，因此又叫千金全德。还行吧。哎，我说一句啊，哎，我就问你了解吗？你说了解俩字儿就够了。谁他妈让你说这么多的呀？不是您不是世家吗？我是跟您汇报一下啊。我你知道我一点存在感都没有，还要我来这儿听清点，那是音箱，你知道吗？不是我就说我了解，台上我都没地儿躲了，但凡底下有空座我就坐下了。您这不是拿我玩笑了吗？怎么嫌你能说？说完等着咽气呢？干什么呀？汤汤汤汤好几百句呀、啊！不是，我就知道点我就说。嫌你啊，嫌你，是不是啊？不会。您也别玩笑，他世家他能不会这个吗？我呀，这都是嘴头。不稀的说这个，我们过去呢，哪有这么10分钟跟你说这玩意儿啊？是是是，我就跟大伙分享。抓紧吧，捞干的，来精彩的，不就完了吗？行，那咱就唱一出。没有必要了，八本儿唱最精彩那个。对呀、啊，洞房。对，来来来，赶紧。别。不是您怎么了？您这打第一场就是这动作，你这一直过。那我你先别喊，谁踩着你前列腺了？这家伙有踩那儿的吗？你这我这说呀、啊，是最精彩的那一折，最精彩的呀，不是洞房，不可能，这都不可能。你这都一个师傅教出来的，是怎么着了啊？我说你咱训女，训女精彩吗？精彩呀！训你，训你，你个臭秃子！您训我干嘛呀？训女。训高桂英，行行，训女，对呀、啊，训女，对吧？没问题训吗？我跪，我压根儿都没站起来过。咱呐，您别上来就训呢，咱说好了，唱哪出戏唱哪折。我知道哪折，洞房最精彩。啪，怎么这一进门就摔地上了？是怎么着了？开唱，身上多呀。是是，给说把这您先收拾，先收拾，咱们不得。咱不得分配一下角色？不用分啊，都给你。俩人唱戏都给我，您干嘛呀？我给你叫好啊啊啊！好，您瞧他这叫好都跟道好似的。我跟您学，您忘了？您唱戏，您带着我呀。哦，他得我跟你一块来吗？多新鲜呢！成对对、啊、来吧，好，挑角色，挑角色，你先选。那好的，对，让父亲和孩子先挑。我好像我刚才听过一回。这么的，你挑、嗯哎，你挑剩下，你再挑。对，那不还是我一人唱吗？你先摘，你瞧瞧，这样吧，先摘，我算欺负寡妇，你知道吗？没完了是不是？来吧，啊，您这训我半天了啊。这样吧，我分配，行，我提人物，然后咱再挑。这里边那就我斗空，我斗母，我斗油葫芦，我斗蛐蛐，我斗大人，我斗小孩，
我逗小黑小子，我逗大胖娘。对，您这还是洞房这出啊？这个你不先挑的吗？我宅好的给你，宅好的我逗公，你不能逗母啊。逗公什么玩意儿？逗公逗燕山逗员外呀、啊、你说逗员外呀、啊、你这来我逗公，你观众人能听清楚吗？你这南七环以外的话少说。好家伙的，你都给我支哪儿去了？我说逗公没说逗公啊。这个一听你是保定府那块的口音的了。先生您好，来驴肉火烧，要焖子吗？焖子。别说了，说了我都饿了。知道还真多。哎，是这我逗燕山逗员外。你逗员外？对对对。啊，我呢？您这，你刚您跳了，您逗母吗？不是。啊、哦。就别逗母了。逗夫人，哎，是不是、啊？风韵犹存。确实没有看到风韵。看到什么了？犹存。又摔一地。那您来逗夫人。好，那接着下来还有好多人物呢。嗯，你比如说这里边有这个老院子。嗯，老院子。对对对，老院子干嘛的呀？你就是那家里的这个下人啊，通风报信的那个。我来。哦，精明能干，对不对？英俊潇洒，玉树临风。你是怎么躲过这些词儿的？这是我先挑嘛。啊，行行行，老院子，您来老院子。然后还有一个丫鬟，干嘛的？就伺候高贵英的那个前前后后的，就你来。我这丫鬟有点粗犷啊。行行行，然后还有石守信，干嘛的？姑老爷。我来。英俊潇洒。好好好，还有高贵英，干嘛的呀？石守信他媳妇儿。你来。行行行，还有这个高怀德，干嘛的？这吴老生啊。我来。英俊潇洒。还有一高同，干嘛的？高怀德的儿子。我来。我就知道这亏都在我这边，是不是？便宜都你占，累活都我的。好，病还在我身上呢。来吧。行行行，那咱们这就可以了 啊。有这么一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托付托付，您受累跟我搭搭桌子。哎呦，这就不对了。怎么呢？我刚才我是夫人啊，我们只负责生孩子。我说，您也别急，桌子，老爷干，老爷快快快！老爷也不能干这个，咱还没唱。我是被动型的，不是，咱们还没入戏呢，没入戏。夫人，你要主动搭桌子，这咱俩一块儿搭不快，您受累。我一娘们家家，你让我干这活，你看，白也不出台，没有这台词儿都。来吧，林子，好重哦。好重哦。废话，我这抬你这摁能不重吗？您抬起来呀。咱画圆规呢是怎么？哎，你还生气了，你看。啊，就这可以。怎么着，来老爷来吧。我有点惧内。我刚才说的都是真的，你知道吧？我们是互相尊重啊，然后咱们这个基本上就可以唱了。你爱该唱啊！嗯、啊，有请乐队老师。您别鼓掌，哪有乐队呀？哎，你别说啊，还真尴尬。多新鲜呢！咱这说相声的哪有乐队呀？没有乐队，我跟你唱个六条啊。您是打麻将来了是怎么？没有乐队，我跟你唱个六啊。不是。您不是世家吗？世家您肯定锣鼓家伙点也是。锣鼓家伙这没有吧？拿嘴来呀。你看你上我那什么家伙都有。就是因为什么都有我才不去的。好吗？行行。您受累。拿嘴学。拿嘴学，拿嘴学。行，这回没问题了吧？行，哎，穿的呢？寿衣的。什么？穿的个寿衣，唱戏穿的。不是，您这个气色到明天还行啊。是寿衣干嘛？不穿这身是能看着我是夫人呐？不，咱只能穿大褂啊，这没穿寿衣的呀。再说了，脱了更看不出来了。那怎么办呢？谁能看出我是一个夫人？那没办法了，把头套借给我来。谁呀？这戴头套来了？也没有个头套。是我媳妇儿也没在下边。啊，拿这包一包头行不行？您拿这手绢还会包头呢？对呀、啊。嘿，那您受累了。要说这还真不容易，你看这个唱戏的演员啊，他们对这个装束要求非常严格，化出妆来以后绝不是您这是蒙面了吧？这边，听我这声在这边呢。
干嘛呀？把自己害成这样。好了好了好了。这还美呢，要这么看还是我们家那葵葵好看。我爱拉芳。嗯，好，这名儿不错，还有刘海呢。行了，这回可以了吧？来吧，郎朗。我都后悔让他演窦夫人了。行，咱这回归后台可以唱了吧？好。那打家伙您会吧？放心，来吧。哎，没有错不了的事儿。对。不是，您再等会儿。没错不了的，这您就没对过是吧？你放心就完了。哎，好嘞，交给我吧。行，我上场，您打家伙啊。这就开唱是不是？这就开始，道具也都全了。道具哎，没全呢啊。咱是在哪儿啊？还有什么？会客厅还缺两把椅子呢。我以为还得需要一纱帘什么洞房什么方面。没洞房，没洞房。没有一纱帐。没有纱帐，又不是夏天，是不是？还缺两把椅子。缺两，谢谢老爷。别，你瞧瞧他这样，咱一人一把不完了吗？夫人还得负责搬椅子。是啊，哎呦，你一点都不知道疼你娘们儿，我跟你说。他还挑眼了。为什么我这是实心的呀？哎呦，这还真沉。那您不得问问他们怎么给你准备的吗？真彪悍。哎呦，冷静啊。行了，咱们这回可以开唱了好吗？夫人来吧。不是，咱得开始啊，入戏，咱得 action。 还真拍戏，咱先归后台啊。来来，打家伙您会吧？放心吧，来吧来吧。您得呛呛这个起呛起，呛动呛这个起呛起，呛呛这个起呛起，呛动呛这个起呛起，呛呛这个起呛起，呛动呛这个起呛起，呛呛起呛起，呛动呛这个起呛起。您先等会儿，您先等会儿，不是您先等会儿，您等会儿。我想问问您啊，怎么了？您这个世家传下来的是高跷啊，还是高腔啊？高腔啊？什么高腔？您说清楚点。高七王腔。您拼出来那是敲。我知道我知道啊。这干嘛呢？这庆丰收来了，这是这不来一个开场舞打开这尴尬的局面吗？您不觉得已经尴尬了吗？我先跳个舞，来个甩胸多好啊。什么？怎么了？那叫抖肩。我说什么呀？你说一样。这无所谓啊。行行行行行，这高腔的家伙不用开张舞了，不用开张舞，直接开始。冬 action， 冬秋罗，你知道吧？冬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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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冬秋。我说啊，我火葬场等你啊。哦，那花圈给你准备的呀？什么给我准备的呀？怎么了？您这冬秋起来没完了？你说呀？我这说了，我已经知道呢。三棒半到台口啊，我还能不知道吗？何为一棒？冬秋这为一棒，冬秋为一棒。哎，三棒半。对，来，冬来腿，秋到腿啊。真费劲。你倒落腿啊！您不揪我怎么落腿？不落腿怎么揪？我错了。您呐，您稍微快着点好不好？快着点，哎，快着点。得嘞。蹭！动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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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剁肉馅呢！我快点又不行了。您这也忒快了。你要怎样？您这样，您跟着我的节奏，好不好？行。冬秋，冬秋，冬秋，冬。什么声？我有一半棒吗？半棒我掉沟里了。冬。
要来唱我七勇河冬秋冬秋冬秋冬，他也掉进去了。冬秋冬秋冬秋冬，出来冬秋冬秋冬秋冬，唱冬，你跑这守灵来了，回来回来回来，怎么又怎么了？什么叫又怎么了？您这出了台了，您这唱啊，唱，你先来呀！我都唱完了，您这直接开始吧。招来唱我七勇河，今天观众特别多。我让您这数票根来了，要干什么？仙人堂前列绮罗呀，我说老词儿，就是老词儿啊，我以为朝辞白帝彩云间呢，薄清薄呢还、哎、来招来嫦娥七勇河，仙人堂前列绮罗，呵呵，那是一网红啊，夫人啊，老婆，您叫错了啊，哦，夫人啊夫人啊，汉子，汉子也不对呀，啊，爷们儿，不是，那是现代词儿啊，啊，男人，男人不行，掌柜的，掌柜的，屋里的，哎呦，欧巴，撒浪嘿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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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您说这个哪个都不对，我照您夫人，您不能汉子、爷们儿、屋里的、掌柜的，这都不对，叫什么？老爷，哦。老夫人老爷，对，这是一套，这是一套，对呀，行行，加不加鸡蛋？对，不少放辣椒啊，吃煎饼来了是吧？啊，夫人啊，老爷，夫人请坐，老爷，老爷请坐，有座有座，别瞎喊啊，这怎么了又？什么叫怎么了又？你倒不吃亏啊，坐怀不乱说的谁？你不乱我要乱啊，打开始到现在就乱着呢，各做各的，这不是洞房吗？哪儿洞房，不说训女吗？还没到洞房呢，早着呢，哎，我都着急。来来，夫人请坐，老爷请坐，有座有座，哎呀，哎哎哎哎，怎么了？您这太豪放了吧。好好好，啊，夫人啊，老爷，你我女儿哪里去了？可说呢，哎，会聊天吗？这不聊着呢吗？您这聊的一句话怼着了，这样的说什么？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媳告。我行行行，往前点，人都看不见了，讨厌。啊，这熊挡到我了。哦，这是挡到了吗？啊，挡，哦，头一排可以挡。烫个唱个腿子活真难。什么呀？啊，我的奖杯。没关系没关系。啊，夫人。啊，老爷。花痴，这是一个。你我女儿哪里去了？哦，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一报啊。天道这般时候，为何不见院子报来？可说呢。您要这么说话，咱没法唱。说什么？院子呀，院子。刚才您来来来，刚才分配多好的院子，精明强干，我来，玉树临风。哦，到这儿了。对呀、啊，该报了。对，
是吧？对呀、啊，院子，院子，哎，谁？我，对呀、啊，我报，对呀、啊，报了，报报报哟！嗨，我这儿，你先，你先，哎呦，哇，老爷一点、哎、一点都不重，我觉得咱们可以这样，哎，别完了，哎，老爷，老爷虽然矮，但是你有了这糖尿病还真有劲儿、哎。我说是哪个报啊？哪个报啊？还要怎么报？什么叫还要怎么报？通风报信儿的报，没让你上来就报，坐怀不乱，说的是我是吧？啊，老爷，你等夫人喘喘。糖尿病好了，改哮喘了。这会儿我是院子，你是院子，你好走，夫人就搁一边了。行行行，等着吧。啊，你我妮儿哪里去了？妾身不知。还不知，都是你报的。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一报啊。天道这般时候，为何不见院子报来？院子报来。院子，院子，院子报。报啊，报！冬秋，冬秋，冬秋，冬冬秋。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。何事？没事。对，没事儿啊。有事。有事。何事？哼，你猜呢？咱俩这破闷儿来了，是怎么着啊？昨夜晚三更时分，石鼓老与我家小姐在后花园洒泪分别呀。老词儿就是老词儿嘛，传统的。老词儿再来，再来一遍。院子报来，冬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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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冬冬秋。您这干嘛呢？就跪一个垫子上吧，好不好？哎，报！冬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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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冬冬秋。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。何事？有事。何事？你这回倒轻上了是吧？昨夜晚三更时分，石鼓老爷与我家小姐后花园洒泪分别。你待怎讲？洒泪分别。哦，这有病啊！有病啊！不是你啊！救！小孩把他救来了。我不是救，我给你打枪呢。我这不是救不这哎呀。有您这样的吗？张嘴就骂，抬手就打。多傻。救你是院子。你是傻子。你吃我的。你踹我的。我是你姥爷。我是你爷爷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咱要再救救，再救救，咱们这样没法唱。我跟你说，我可不像你爸那么惯着你，我都不知道我爸怎么惯着我。我跟您说，咱可不能这样了啊！您想想，您别着急，吹胡子瞪眼的呀。怎么了？你是院子，是下人，我是老爷。昨夜晚三更时候的事儿，你到现在才告诉我，当老爷的我能不急吗？我错了啊！好好好好，别生气啊！哎，别生气啊！我没不生气，别生气，再来一回。您的你不是您再来一回，您要体会这个人物啊，体会人物。您是这个下人，怎么着？下人应该怎么样？下人就是您得找这种感觉，就是主子发威，奴才撒虽。撒虽现场吗？不用，不是，就这个感觉啊。好，您就是体似筛糠，啊，磕头如鸡奔碎米一般。好比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地上有个地缝您都得钻进去。您说那不都形容词吗？对呀、啊、他的意思是说这会儿全看我的演技，就看您这抖风。好比是什么呀？啊，他好比是奴才撒虽。对，撒虽不是撒尿。对，多新鲜呢。现场也不行啊，压根儿也没有现场的，桌子挡上也不可以。对，嘴怎么这么碎呢？主子发威，奴才害怕。对对，好比是磕头如鸡奔碎米一般、哎、就害怕了。上天无路，是入地无门，不错，就是有个缝我都得钻进去。你这害怕成这样，就得看我找缝那感觉。您说对了，没有缝我给你找出一个缝来。对对对，就瞧我了。好，来吧，开始，咱从头来啊。来，太好了。好了，来，哼，冬秋，冬秋，冬秋。懂，我跳过这个没躲过那个。冬秋，冬秋，冬秋，
懂。嘿，他机灵啊，招来嫦娥金永河，仙人堂前猎绮罗。啊，夫人。啊，汉老爷。我成汉朝的老爷了。夫人请坐。老爷请坐。有坐。有坐。啊，夫人。啊，夫人。啊，老爷。你我女儿哪里去了？说戏词儿啊！妾身不知，但听院子一报啊。天道这般时候，为何不见院子报来？为何不见院子报来？院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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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报！冬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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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冬冬秋。启禀老爷，大事不好！何事？有事儿。有何事？老爷，我想一想。昨一晚三更时分，石谷老爷与我家小姐后花园撒来分别。你待怎讲？撒来分别。哦，这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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